好，然后这边，因为我现在用自动的方式了。来吧！哎，后面就没语音了。好汉饶命啊！好汉，在后花园。继续。霍启之秀国了不起，红花渡渡。哎，等等，我是不是有一关没打到？哦，没有，有打到。哎，可是怎么莫名其妙多一个人啊？不管。我绝野府挑战，来吧！乾坤挪移，万叶乱花拳。怎么没有剧情呢？怎么听起来很像半夜乱花钱？乾坤挪移，半夜乱花钱，万叶乱花拳。有没有剧情？他说在后花园嘛，所以要打到后花园就是。来吧。万叶乱花拳，又几开放日常，走了。来来来，买定离手啊！老星这次还不开大。请问哪位是此间的主人？你是谁的手下？没看到我们在赌钱吗？啊，在下有事要拜会爵爷。啊啊，这样啊，你等一下啊。有刺客，大老婆快来救我！又在大呼小叫了，是谁敢欺负我小宝？大老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你多加小心，我先走了。连逃跑的姿势都这么帅。大胆刺客，竟敢欺负小宝，看招！来吧！乾坤挪移，万叶乱花拳。乾坤挪移，嘿！小兄弟啊，哦，是小宝，是不是？来吧！万叶乱花拳，乾坤挪移，决定日常领取，继续。好，这期把这一关打完了。来吧！万叶乱花拳，乾坤挪移。
移。来吧，万叶乱花拳，乾坤挪移。好，终于可以打 boss 了。签到第一天，这看起来应该还是大陆那边做的游戏了。OK， 这个，哦，来吧。可恶！你们这就是在这里，枪迷还未到期限，二和尚真是言而无信，言无不尽，言归正传。什么期限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可恶！竟敢欺负我小宝，要你们好看！来吧！乾坤挪移。万叶乱花拳，你们这不是二和尚派来的？在下直向小兄弟探寻有关天书一事。你说的二和尚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事？什么章经的？还说期限不交出来，不要老子呜呼哀哉！且慢，那二和尚竟然说什么老什么经书？说不定你会知道一些天书的事，你们武功这么好，就帮我摆脱他吧。你这小滑头，原来是想要我替你解决麻烦。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不知那和尚整身模样现在在何处？他要去京城挑战我师父，我师父你知道吗？很厉害，为人不是我师父，就是英雄也白搭啊。这到底，你师父到底是谁啊？你还是没讲啊。 OK，好，这后面其实没什么口白的地方比较少啊。好，我们先回成就。好，领的好爽啊，物品。这是什么 ？OK， 武学秘籍。然后免费叮等老大，然后我要升级，要选哪里啊？不对啊，我的那个，我要选哪一栋？我的道具栏呢？不对，我的角色栏啊，角色栏，哦，有了，妙手回春，怎么在这里啊？这也太麻烦了吧？百猎犬植物，这是花钱哦，技能点数 ，OK。是什么意思？OK， 这是补血的。了解，传功是什么意思？传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金剑郎君，就金色郎君嘛。
哦，这是升等级的意思。OK， 了解。好了，那这集到这边啦。喜欢比较好的频道，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里收看，拜拜。